这个游戏规则是这样的，每个队抽出一个人来选一匹马，穿上这个充气的东西，站在四个角落，其中有我一个。矩阵上空会吊着水瓶，旁边一至两瓶，中间的水有四瓶。我们往这个有水的地方跳，如果是碰上了就失败了，如果没有碰上就算成功，就算拿到水了。来吧，来，穿上吧。嘿，哎呦，戴上啊。这不是吕布的吕布紫金冠，人家有点红配绿。孟哥什么呀？他是关羽。哦，诸葛亮，我诸葛亮怎么有这样的诸葛亮？诸葛亮脑太大了吧？来吧！哎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我想跳到中间，我一人跳到中间的话，这水就是我的了，是吧？是。好漂亮！岳哥拿水，你拿岳水有什么用呢？我是财务总监，我得控制水。他得控，他得控。哦，我要保住这四瓶，我永远跳这儿。但我也想跳到中间，我也想跳中间，我也想跳中间，咱就拿中间那个。九零也奔着中间去呢，我看上他了。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，预备。开始。他不，这实在站不上去了，哥。哎，这就算了是吗？拿下来了是吧？来来，给我们吧。咱不试一局吗？哎，对，咱不是第一局是试啊，导演是包袱。哎，对，试一局我们先拿走，你对，我们先拿走，你们先试着。对，试，这是试，兄弟，换上换上。哎，试一轮啊。来吧，接下来要正式的开始了啊！打现在开始啊，各就各位，准备。三一开始，漂亮！刚才丙一只脚已经踏到这上面，九零有一只脚踏到这儿了，梦梦心里已经在这儿了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我们看回放吧，要不？三一开始，三一开始。开始，烧饼不算，九零不算，梦梦两瓶。行，谢谢哥，我知道怎么玩了。好，请注意，预备，开始。小饼两瓶，九零一瓶。岳哥后上的，我都上来了，岳哥才上的。那也他视野上去了。对，来了啊，开始。开始，你回去。啊，我在，我在。马准备好了没？准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漂亮。真假的，就是这么简单粗暴啊！我就成了，我以为他要过来，他也要过来了。赶紧拿走，省了他们。我知道了，你知道好了也快晚了。行，饼，你给我等着，你给我等着。咱没必要。来，各就各位，准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恭喜张九龄，谢谢。哎，来俩是的，还来。大饼这个应该罚他，脚踏两只船。没有，我不是我站不住了呀，我。啊，犯规啊！罚肖兵两瓶。饼哥，要不换换人？一会儿让罚没了。最后一局了啊。咱求稳，哥，别给他们，咱不犯规了，这回咱们对，别给他们罚水的机会。师哥，你最后看能拿哪个水？他们都干嘛在这站？我看有两个，超过两个人往中间蹦，你就往这边。各就各位，准备，
三二一，开始。漂亮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漂亮！你这过分了，有点故意，是不是有点故意了？是吧？就在那儿，对，去罚罚总监一下，对对对，罚罚罚，对罚。怎么了？我反应慢一点，怎么了？延迟太长时间了，太赖了，这个。摘下来吧，小饼获胜了。不行，师傅，这不行，不能咱得玩，不能玩赖吧？谁玩赖了？你，这算我的聪明。那就是你们最多是吧？对，哎，厉害了啊！狗狗他们多了啊！哎，嗯，水最少的先去解锁游戏。那我们两队一块儿去呗？去吧，那我们先去啊，走吧，啊。先请我们导演说一下规则。你们在这个项目开发里面的监管和监督呢，由我和我的这两位同事一块监督你们。有请我们的同事向大家介绍一下规则。来，大家都没有鼓掌。那个，太卑微了。咱们面前有九个水桶，分别对应着九个游戏项目。这九个项目分别是：七进七出、乐不思蜀、七擒孟获、望梅止渴、衣带诏、华容道、借东风、过五关斩六将、整酒论英雄。现在你们手里的水特别的重要，把你手里的水倒入你喜欢的相应游戏项目的桶里。到达这个解锁线的时候，您就可以把这个桶带走，放在游戏所在地的装置上，那么游戏将会解锁。游戏一旦解锁，地漏装置将开始漏水，水将会不断流失。除了游戏收益获得的水之外，不可再注入其他水，直到游戏通过内测，请我们的水军大都督贴上封条，水流才会停止。如果游戏在通过内测前水全部流失，那么这个项目将会关停，行吗，师傅？可以，说的不错。行，好，徒弟比你说的好。没有。他敢比我说的好啊！啊。哦，那九个桶是九个游戏，而且还有一个，咱们现在是手累啊，咱们灌的多，咱们能掌握的测控的游戏就多。比如说，咱这些水能放四个游戏桶里。哦，咱挣钱往回来，他们只能测俩。对。老秦，你们想解锁哪个游戏？你先分析一下行吗？华容道、过五关斩六将。七进七出、乐不思蜀。对。咱来哪个？我们整酒论英雄了。对。可以，行，我们七进七出，我们是七进七出，来解锁到。师傅，你看着点啊，我看着呢，这一瓶够吗？哎，别，我咱这一瓶炫进去了，再炫一个，快点。哎，慢点啊，解锁线了，解锁线了，够了，好，解锁 ，OK。这是，哎，别，等会儿，这，哎，啊，可以，这过了，到了，必须放平，必须放平，不能躺平，不能躺平，放平，哦，不躺。好，七进七出解锁，这两小时什么意思呀？我们做过实验，到达那条线可以低点，哦，咱稳当的吗？第一个，这咱也得两小时。行了，好，我们两小时啊，咱再解锁一个那个哪个？你要确认、确定你有时间去经营这些项目吗？哦，我懂了，那先干一个回来再解锁。对，咱先来一个。你们玩的什么呀？那个七进七出。哦，七进七出。走吧，走，咱先看一眼这是什么。哦，走吧，该到我们了吧？选择你们要开发的项目。咱来一个望梅止渴怎么样？好，你可以将你的水倒的。这啥意思啊？这个物理啊，它这个配重加的水就少。乌鸦喝水。还没有到。够了。好。谁说我们没有文化的？这绝对有用，有用。到哪儿？两小时。两小时吧，咱水富裕。好了，行了，这是咱的了。咱再来一个吧，咱再来一个华容道好不好啊？过五关斩六将吧。所以华容道过五关斩六将这都难。哎，不是你们琢磨是不是来难的游戏，他们过不去，成功率咱也得通过这游戏测试，咱才能赢呢。
总监，你说我们玩哪个？要是我全解锁，都拿走。对，咱都给他解锁了。听总监的，来，让他们没得玩。听总监的，对，来，等会儿，倒吧。您这冰饮料来了，你倒你的，你倒。倒你的，没事，咋来？这是物理，我学过物理。你们确定有精力和时间同时经营三个项目吗？保险起见，先解锁俩。好，听总监的。岳哥，你是不是跟我们一块玩？岳哥，走啊！谢哥。你们解锁的游戏是什么？望梅借东风和望梅止渴。